我们现在来到了 Genting Highland， 云顶高原，感觉很不错，凉凉的感觉，然后这边的天气舒服，你看看后面，哇，你看的装饰很外国，很有 feel。 便宜哈，便宜，我跟建成一起买，是的，我们买。Shopping shop 完了，现在我们要上山吃晚餐。嗨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 Genting Highland 的上面，刚刚 parking 在 First World 那边。我真的很多很多年没有来 Genting 了，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是非常旧了，然后现在这边是新的。 就是好像一个 shopping mall 这样，它这边叫做 Sky Avenue。所以我们先去吃个晚餐，我们的晚餐今晚选择是美滋锅，不知道要不要排队，希望吃得到，因为怕排队。 我们走了差不多成15分钟，还找不到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上面。我们走了整半个小时，来一个给我一张这个东西，跟我们讲没有位置，不是没有位置，要等到一点，一点，然后他讲了一样很紧的东西，现在是9点，他讲。 1点之前，如果有 call 你就有位了，没有 call 你就没有位了。So 我们 end up， 我们现在来吃韩国烤肉。吃了一餐。 很满意的韩国餐，哇，很饱啊，很多肉，很 special。我们去一个很爽口的地方，每个人来到仁丁他都会拍这个地方。这么